再看一下这个最怪异的自行车，以前您见过什么样的自行车呢？最怪的是怎样的呢？我们今天让您再见识一下，我把这个图稍微放大一下看一看啊。这中间坐的就是骑车人，而两头这就是大大的自行车的轮子。但是您仔细看了吗？这自行车的轮子不是圆的，而是多边形的。最近呢，德国有一个自行车的制作高手，他就展示出了几款自行车，非常的奇怪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款。据说啊，他做的这种各种各样怪的自行车里面呢，还有比方说这个自行车的轮子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圆的，它居然还有用100多个足球拼成的一个巨大车轮的自行车，还有一个呢巨大的吉他自行车，还有车铃铛的自行车等等啊，主要就是在这个轮子上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啊，非常的牛。